福建这里那是好大的风的，哎呀，特别是厦门这里兜兜转转，今天又回到这里来了，对不对？这选品都选了一天，现在又回来了。刚才选品没成功，等一下，明天继续。啊，再看一下这个茶叶啊，这里啊，哎，那么激动干啥？哎呀，今天也是跑了一天了，也辛苦。然后伟哥跟两个伟哥，两个老班长跟亲妹妹呢。真的是，来面包吃一个去。等下这有宵夜吃的，这面包。先垫一下肚子，先垫一下肚子。不要客气，来到就是福建这里就不要客气啊，对不对？先吃一下。出来喝点茶，然后吃点宵夜，然后我又得一天了。先帮你打一下啊！饿了，好可怜哦，我不是那个太甜了，这个是也是我们这边的特产，你可以尝尝看。麻豆腐啊！啊，你们不是上次我不是寄过去，你们说很好吃。哇，还冒气哦！哦哟，这一大锅。来。反正评论区都说了，然后去到来到这边的话，不肥个十斤的话，估计回不去。今天没办法，今天晚上正餐也没带你们吃。嗯，有点饿了。这个时间点不要说你饿了，我也好饿。就是阿环真厉害，他竟然不饿。对，阿环他就商量点事情，他就说困了，他就回去睡觉了，吃的都不吃了，哎呀，不吃我们多吃一点。我自己来，都不用捞，自己来。哎呀，我们就先吃点宵夜先，先来吃点饭点宵夜，等下我要跟秦妹妹去。啊，行。别说出来啦，我们去讨点好货。那我们先吃点东西先。大晚上的，大半夜的来海鲜市场买海鲜。海鲜市场就是要半夜来。是不是？对。这里都是。你白天还没有了。是不是？对，反正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你叫来我就白天要去菜市场，然后这边是海鲜批发市场。大哥，就是闻不惯这种海鲜味道，刚才都想吐了。坐这么坐着，逛一下看一下，不要买啥。哦，这个怎么可以那么大？没有这么大。啊？啊，你不是要大螃蟹吗？对啊，吃一个都饱了。这个大夹夹。我给你等一下，刚刚去买了螃蟹，现在我们要去买鲍鱼、龙虾那种。聪明。那种大个的那种，大个的那种啊，不是小的哦。那多大个啊？这么大啊？有那么大的吗？没有。没有。转了一大圈过来。我就问你，这个海鲜市场大不大？那不是啊，从那边又转到这边来。还要开车转了，不是走路转了。对。走路我走晕掉哦。走路过来不愿意吃的，里面好多东西啊，我都没见过。这个能吃吗？哪个？那个可以吃啊，象牙棒啊。怎么可以那么大个？啊？怎么可以那么大一个？还好吧，这还不是最大的哎。最大的店来订的不多，订的不多，这个。前面要不要搞个这种？我钱没带够。啊。现在这种一斤多少呀？好大一个啊！我还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龙虾。
红色的包，不是绿色的包。样哦，就先回去了。也太三样，四样，也太晚了。一个大闸蟹，一个大青蟹，一个大生蚝，一个大龙虾。嗯，这个。然后现在今天也是大开眼界的，那么多。你看到没有？前面那个是我开的店。看到吗？你看阿伟谁开的？哈哈哈哈哈！是大开眼界，看到那么多的这种大龙虾，密密麻麻的。还有好多啊，都没得去看了。跟我才逛了一点点地方而已。你看那里面的话，有那种鲨鱼啊，那种东星斑之类的东西。啊，我都拿不动了都。哎，那我们先回去了啊。是，回家休息了。明天就有海鲜大餐吃了，有这种大脚夹那种，大脚夹的。走了。先回去了，下期再见了，拜拜了。